이 감옥이 너의 지옥이길. 평생 넌 아무것도 모른 채 이 지옥에서 오래오래 살아주길. 뭔데? 내가 뭘 모르는데? 야, 문 닫아! 黑暗荣耀2一上线就空降品牌第一名，剧中每位演员的演技都引发讨论，除了女主角宗惠乔被大赞演技在线之外，以下这三位的演技也被韩国网友封神。他뭐야무슨개짓장이야二女林智妍在剧中表情语调都让人恨得牙痒痒，最终悲惨的下场打坏人心，结局的这一幕更让网友们拍手叫好。요며칠소나기가자주지나가면서날이선선했는데요내일부터다시한낮에대부분지역이30도가까이오를것으로예상됩니다때문에옷차림을가볍게하시고수분을자주섭취하시면좋겠습니다내일은날씨가맑고공기도깨끗하지만오존농도와자외선수치가높게나타나겠습니다오존생성이활발한시간대인오후2시에서5시사이에는외출을자제하시는게좋겠습니다박예진이었습니다날씨가슬퍼왜从死不认错到最后的失魂落魄，林智妍把角色发挥到极致。同样展现神演技的还有他남편饰演复仇帮手江贤南的连慧兰，最后得知丈夫死讯后，隐忍多年的委屈一瞬间大爆发，这又哭又笑的复杂情绪让网友们看了很揪心。再来就是饰演宋慧乔母亲的朴智雅，更让网友们直呼演技就像发疯了一样，令人起鸡皮疙瘩。웃으면네가어쩔거야그래우리부녀아직오늘한번다죽어보자还有哪一位演员的神演技让你印象深刻呢？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